因为这大家这物件，是伫阮民国69年买，后头到73年、74、75年开始，阮开始有诶啊。阮伫个过69年买即几冬内底，阮诶大家是拢甲铺底垫石，啊石。大家嘛是感觉讲，啊咧讲招，那万一讲弄歹，你着爱阁做来行人啊！啊，你归去，你若伊要做新的行人，咱倒不如咱来做。我开始着做大家，啊，一个大家有，阮拢头好做兵长诶。伫个阮做兵长诶即段期间，少年人火气拢较大，哦啊，啊较血气方刚。伫个阮庙还未起进前，阮是小庙啊，啊小庙啊呢，阮少年嘛，啊。一寡内底诶人啊，出去外口合人安怎？哦，啊，着逐个吼要拍卖你啊，着撞来出去。了，阮老师想讲安尼嘛毋是办法，怎落说大家？了，阮落讲。啊，阮头家，哦，迄阵啊嘛认可啦，讲好落来整。啊，落来做，阮当开始落去学关大家。啊，伫这关大家中间，我嘛是拢照一般的生活呢。哦，大家先讲，伫关里点袂调啦，拢嘛要按外口做，外口朋友多，小姐嘛多，哦，啊，大家就拢因为。少年嘛，还未娶某啊，大家拢较小气啦，无走无出去的，就关大家。啊，伫个关大家这当中，头家嘛甲阮教足济啦，啊嘛，互阮有这机会学习啦，甲阮的个性安尼，大家安尼磨练磨练，吼，啊就磨甲。哎，大家啊，较成熟啦，哦，也袂安尼四过含人安尼乌白来。你要管这顶架，你就是一定爱心静落来，爱有共心，共迄个平常心爱足静的安尼。你慢慢去体会，唔是，阮有一边徛两三点钟、三四点钟嘛咧徛，就没有无反应啊。啊，无反应的时阵，你嘛是爱徛，伊就是甲你磨。我你的耐性，等候你迄个性，甲伊有磨合啊，有你较会感受得到。所以，毋是一工两工，嘛毋是一冬两冬，就是日安尼累积起来。大家还袂管进前，我嘛是讲，那个少年啊，无要紧啊，来啊，出来啊，跋筊啦，饮酒啦，拍七啦，哦，大家拢嘛呢，我就有诶。我来就出去啊！我来就出去，我内底全部几个啊！啊，大家怎么管会起来？伊也唔甲咱讲要去倒，也唔甲咱讲要去找啥，拢唔。要我来，伊就家己行，行到到吼，伊伫厝咧跋筊，走去厝里。较早差不多，阮老二十通岁啊，20几岁迄时阵。哦啊，咧管大家，啊顺煞咧顺路下，啊油井，啊当时我是偷签的，偷签的就是讲，这顶桥就是偷签的通常要加买签，但是就是出去我就是当毛飞哦，就是厝咧泡一个三八桥啊，啊即马苗栗就管大家起来，啊了咧找我，伊就走去我的厝。啊，就是足奇怪的，讲啊，就有诶唔知影我诶厝，啊，就是知影去我遐找我，啊，我厝是哦，较早是属于有头前门甲后壁门安尼啊，
啊，头是头前咧用，嘛一个大家来的时阵，人甲我讲啊，冲啊冲啊，大家来啊，哦，我就走起来，我就走后壁，迄个厨房遐味的咧，啊味我拢唔出声啦，我叫因大家，你拢卖讲卖讲我味啊，啊了大家就作现咧，对，就调过一个斜位后壁门，那个斜差不多五六百公尺，行后壁门遐，啊伫遐伫弄弄。弄啊！我拢点点，我就足坚持的。啊，伊嘛是足坚持的。啊，到尾人就知影讲啊，创啊，啊你出来，出来拜托一下，茫阁哦遐舞弄啊，我们较阁出来。啊，了就是安尼去找着我的人，就叫伊出来。叫伊出来，毋是讲家己讲出来，怎啊拄咧？就要拄好光啊！啊，等下到咱馆呢，吼，大家拢嘛，啊拢。破皮呢，臭到破皮呢。我、哦、啊，出去啉烧酒的，伊嘛是行就出去啊，就出去掠啉烧酒的，爬起来走，找找到，大家好找几落摆，找到还无法度，大家就唔敢。今仔话讲啊，今仔关大查，吼、哦，人就拢滴啊，就唔敢出去啊。迄当阵，何姓堂的大家，吼、哦，那咧管的时阵，吼、哦，拢是迄落主公的生日，有交代，好管，嘛唔是讲逐当拢有咧管，就是王爷有交代，吼、哦，啊好管，啊管就是伊的生日前，吼、哦，啊去巡路下，巡伊遐的路下，啊迄当阵，吼、哦，因为迄当阵过较早的时代，大暗时啊无代志。做迄当阵咧管变啊管，拢是逐工下昏无停的，吼、哦，就巡啊了为止，吼、哦。啊，有当时啊，我印象中，慢慢去阮兜巡过，半暝啊两点半，较到阮兜，吼、哦。啊，就拢是今仔日咧行程，因也排出来，就是拢巡啊了好长，有当时啊长啊，拢差不多下晡啊四点外、三点外拢有啊，吼、哦，长啊时间就无一定。出大家来讲啊，有重要代志，有啥物科书，吼、哦，也是讲拄啊，今年派年冬，也是安那，吼、哦，啊要顺一下路下，顺顺看看，吼、哦，啊去厝内厝底也无平安，吼、哦，伊就归屋啊，就安搭，吼、哦，啊去，那拄啊厝内，吼，诶人啊，有较啊心衰离婚的，那点出来解。半啦重要的科仪吼，你阮最主要阮是在咧做尊封尊节的时阵，是一定大家一定拢会出，嘿，啊，不过上阵阮未出，就是咧准备遮前置作业的时阵，拢自己用大家，就是、先来做遮前置作业。阮大家出门，不管你落雨无落雨啦，当若出门你拄着雨，就是雨压啦。阮的金星。拢是压蛋，我阮头家就是，一般风开天，大生咧管是压个好好，压绵绵啊，啊想我绵绵好，你还惊啥？我着管啊，少年人啊，管，我着管，管起来出去好，哎，好偌大阵呢，搁中大阵，啊无遐多啊。啊，都出去啊！啊，你中大水嘛无法度，哦，你就是爱学压啊。去安平路，较早民生路，买早啦才叫安平路。阮就是安平路，啊，行转。啊，拄啊行转来到，即摇风庙，哦，啊，因为头家含摇风有交情。啊，像咱就来到人的所在啊，伊要我入去摇庙，甲拍一个招呼啊。啊，阮光大家，啊，都落雨天，对不对？啊，佮中大水，啊，恁就转来就好，较下就佮我安下底哩。阮就想办法啦，就佮办出来。伊即摆佮阮娶入去，阮佮佮办出来。各安处理，有诶唔信啊，就人落去摕啊，要甲办的，
要甲挽转来咱管。啊，迄、那个要甲挽的迄、那个，有若卷起来，要挖哩，伊大家山关起来偌大个，山关上险大倒，都关起来有大个。即摆迄个关个挽出来，伊就毋敢继续。要把你的家庭今晚出来出来一个我的阿姐阿的孙女我大新闻想讲落雨啊足大阵的啊阿爹啊啦阿无法度啊只好到这边啊这边问好问问的请安问问的吼阮回来安尼顺顺啊啊你唔好这边哦大概是偌艰苦的呢在那裡舞多久呢我的高官就是他要走這邊我就不要走這邊這就是很奇怪、啊、但是 他也是讓你慢、哦、讓你慢但是他會 找機會給你打大苦臉、啊啊、讓你人射出去、哦、你如果像二簽的三簽的、啊、你就不順從他、哦啊、他就給你捏胖胖到你人會射出去啊！伊若无要你讲，伊就甲你堵壁。有当时啊，伊要处理代志，伊唔走就唔走啊，就是有物件，你就是爱了解伊。所以边啊，花花，花花，吼、哦，像董树林咧，含伊花花，含伊咧，嘿，啊有心灵的交流。哦，伊大家来搞遐，伊要安那，伊这个倒头，吼、哦，阮总干事就是爱有知影，吼、哦，这是啥物代志，大约。但是你就是要对伊身躯面骨对骨，你才会当含伊合一啦。像四个人徛，伊咧问啥物代志，我嘛唔知。四个人徛伫遐，我哪知伊咧问啥代志？哦，啊，即摆伊讲啊，要倒要倒，我就讲啊，行，就是他牵着我们走，而不是我们牵着他走。伊嘉宾咧回话这部分，哦，啊，就是因为阮。当主，阮当主就是阮阿姑，啊，伊就过往伊啊。不过伊可能有，我感觉伊也足厉害。伊迄当阵身体阁好好的时阵，伊就一直叫我住在伊的边仔，吼啊，咧叫管家的时阵，伊在边仔看，吼、哦、啊，我落去搭思考，吼、哦、啊，唔捌的，退家了后，管家了后，我下来搭问。哦，当然这部分就是爱每一间，哦交接的部分是拢无同款啦。哦，啊，不过最主要，哦，我思考这久，不过我感觉讲最主要，咱的思考的人，哦，咧陪护的人，咱的心一定爱和阮主公的想法是同款的，出去家咧办代志，该顺，该较顺啦。哦，啊，包括讲。只是会要创啊，吼、哦，咱家己心内爱有含伊想的，上界无爱要挖要挖，安尼好好处理代志。哦，这是我啊对遮久的感觉。啊，讲真正，即落吼爱家己去体验啦。哦，有当时啊，我讲的，我南边仔咧回话，我心我也未开嘴的。不过我要去到今仔伊要搭回话的时阵，我心。在想什麼，我待會要跟你問什麼，其實他都知道的、哦啊、有當時我如果沒想到說去的嘉賓、哦、要跟他回什麼的話，有當時他就知道我們要想好的，他連插人都不要插人了。其實光的人他如果要跟你白目也是可以的、哦啊、不過白目下去我們看，因為咱家啦出去，吼、哦，我的做法啦，家啦出去，我就拢无咧坐，嘛拢无咧休困，家啦无休，我就无休，我就是一行到倒，搁对啊对啊到倒，包括伊要头前，我知伊搁要倒来，我嘛是对伊头前还搁行倒，因为当时啊，伊行头前，伊要办伊个代志，欠嘛，若指示的时阵，咱看袂到，咱唔知伊要办什么代志，吼、哦，这是我的做法啦。哦，啊！你讲讲的人，甲回话的人，当然有当时啊，伊欠指示落去，要办这件代志。问题，咱嘛爱经过咱的口口想，
伊即马咱知伊要办啥物代志，问题即个代志，伊签字时安尼介绍唔对哦。哦，当然，即就是咱会话人甲王爷默契。当然，咱就来甲平达请示嘛，是毋是你的意思要安尼？伊就无形中会甲咱指示是伊的意思，也、啊、毋是。当安尼，咱办厝的人，咱就知影讲啥物原因啊嘛。哦，阮王爷是会含我来配合啦。哦，因为第一，光即个家的人，白目的人也足济啦。哦，咱讲坦白的，白目的人也足济啦。啊，即间家出力就是要办代志的，毋是讲要拿要光场面的。所以有当时啊，我拢会调伊个防范线，甲清洗，互因光的人掠无。哦，毋是讲大概问就是对，对。我讲的防范线，哦，哎呀，指示唔对，咱就知影，咱就知影讲什么原因啊嘛。哦，啊，当然，雕工特别要白目的人，咱含王爷意思无同款。哦，当然，王爷伊就搁家己伊处理的方式。哦，就未搁照原底伊要安排安那处理的方式来处理。这是阮的王爷，含我的默契伫的。大家这个物件，我是感觉讲，因为这已经是咱台南的文化，个人有个人主攻的迄个架势，迄个架路，哦，袂当讲批评，也袂当讲指导，因为咱有人的做法，咱有人的讲法，哦，这包括咱有咱的做法，咱有咱的讲法啦。只是就讲啊，咱会当参观安尼尔，袂当去共指导啊，创啊迄拢袂使，迄拢唔对的。即个传承吼，其实吼，我相信各间庙若要传承即个大家，相当拢有因的即个问题伫个啊。啊，当然就是讲第一，就是讲爱有一寡有兴趣的少年家对即个伊想要尝试吼。不一定讲学会起来，不过有迄个心想要尝试的话，就有机会，然后才培养起来。哦，啊，伊若讲连尝试都无想要尝试，迄就拢免讲啦。哦，即马最主要演变是演变啊安尼啊。哦，因为即大家拢想要行老力，如果行老力，光桥、光大桥、甲光大架是完全两回事，无共款。咱大架，咱思考大架，讲真正的。在我的观点来讲，一半吼，嘛、哦、是讲要咱家己消灾啊。哦，因为大家出力就是咧办代志，哦，咱迄个心灵服务帮伊倒下手处理遮一寡无好的代志处理掉，咱相对咱嘛是加减有迄个福报伊的。啊，所以讲这种物件有当时啊，也靠这边的宣传，然后需要想要学大家，哦，想要学修法的，对庙宇有兴趣的。哦，嘛会当来参悟来看卖啊，会合你行，袂合你求一个平安保庇就好啊。嘛是希望讲吼，大家呐，即落对即个大家吼，想要尝试的，也是有兴趣的，吼，若有机会讲吼，当人家老多有咧大家咧招生，也是咧训练，也是多往下交代要出事，拢欢迎大家会当来台湾观摩，台湾参悟。哎，这是基本上我是小小要求，安尼来当啊，哦，啊，就大家来参与看嘛，有兴趣，当然这种缘分啦，哦，若有缘分就留落来，无缘分就是一面之缘安尼咧。